我叫老李，就喜欢跑步。每天我跑步的时间可能比坐着的时间还多。有人说我坚持的好，其实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不用坚持的。跑步，一双鞋两条腿，开开心心的就奔健康了。跑步的时候，总会遇到各种有趣的人、有趣的事儿，这些都会刺激身体分泌出快乐荷尔蒙，让我越跑越开心。现在的人呢，总是卯足劲儿追着车子、房子跑，却常常忽视了自己的身体。其实，再好的东西也得身体好，才有福享受，不是？今年是奥运年，咱去不了伦敦，不要紧，跑步就是我的奥林匹克，马拉松就是我的节日，我会一直跑下去。海馆的规模，不过我们有2000人参加比赛，其中比如有500人跑马拉松，我觉得够了。